好，所以我们现在再继续啊，这个就是这个几个重要的性质，然后那个 lambda 这个相信大家也很清楚啊，反正就是这个常数它爱乘在哪里，先乘谁的身上，BC 乘完了再乘这个常数也可以，或是 B 呢先乘上这个常数，然后再乘上 C 也可以，或是 C 先乘上这个常数再乘上 B 也可以啊，反正常数可以乱乘呐，就这样子，好。但是不可以，B 也乘这个常数，C 也乘上这个常数，再乘起来不行哦。这个就是这样子。好，这个是唯一要注意的而已。好，然后再接着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如果今天有一个矩阵，C 是 n 乘以 n 的矩阵，那我如果今天有一个 lambda 常数。来，lambda 属于 R，哎，对，我们已经说了，lambda 是属于 R 的哈。乘上 C，然后再做转置，这个会等于什么呢？那其实很简单了哈，因为你可以想成，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两个矩阵，两个矩阵听起来就怪怪的，一乘以 C 怎么能叫矩阵？啊，不管了。你可以想成它是 CT 乘上 lambda t 了哈，就转置的时候两边都来转置一下。但是 lambda t 它是实数啊，转置还是 lambda t 啊，它只有一个数字嘛。比方说一乘一的矩阵好了，这个转过来还是三啊。好，就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数字其实就是 lambda，所以就是 lambda 乘上 CT。好，就这样。好，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性质。我相信大家也都可以接受。然后呢，然后又来了，就是我们又因为我们现在呢有两个运算，一个运算呢是在那个实数上面 scalar 存量上面，一个是在矩阵上面的加法。那我们来看它是不是有分配率，当然。就这样，存量的乘法跟那个矩阵的一些分配率，好，所以就今天呢，如果有 B 跟 C 两个矩阵是一模一样大，等一下我们要相加，所以呢，我们有一个 lambda 加上 psi。乘上一号矩阵是 C，那当然就是跟你想象一样，就是 lambda 乘上 C 加上 psi 乘上 C 这样子。好，就这样，好，就简单，容易也很好证，就写开来就是答案。然后 lambda 乘上 B 加 C，如果这个矩阵加上这个矩阵也是有分配率，就是 lambda 乘上 B 加上 lambda 乘上 C，就这样。哦，就这样，好，容易，可以哈。是吧？你现在准备要提醒点名？好，你好，现在助教邀请线上的同学啊，就是因为现场的同学已经写了，就线上的同学稍微签到一下。好，那我们来看哈，这个不是证明的证明，好，这个例子就是让大家了解说，哎，这些镜子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主打应用，可是你如果不懂，不是不懂啊，就是如果你没有去证明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么有把握去用这些东西。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几个例子去试试看。虽然在严格的证明、严谨的证明来说，这是不能这样子做，因为要用最一般的形式去写。但是因为我们的目标其实是要去使用这些性，使用这个矩阵，使用线性代数。所以呢，如果你觉得说，哎，这看起来有点怪怪的，你就可以去写写看看，说，哎，是不是真的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就在分配域里面的例子。然后我们也会发现哈，真正的证明其实也差不多了哈。虽然现在我们是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 C 定义成
一二三四。那你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直接写很抽象的写 CIJ， 那最抽象的写法的话，这个整个过程其实看起来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今天有两个数字相加 ，lambda 加上 psi， 这两个都是实数，乘上这个 C 矩阵。那我们因为这边写 lambda 加上 psi 就是我们两个数字相加，所以我们就先直接乘进去了，就每一个元素都乘上 lambda 加上 psi。所以 lambda 加上 psi 乘上一 ，lambda 加上 psi 乘上二 ，lambda 加上 psi 乘上三 ，lambda 加上 psi 乘上四，啊，辛苦了，写完了，好，就这样。然后呢，这个就是一般的数字的乘法，所以一般数字的分配率。存量的分配率，所以我们来算一下。我要再说一次，我们现在要说的是说，假设你想要去了解一下说，这个比方说分配率啊，这个真的是这样吗？你就可以用这种简单的例子试试看。然后你更勇敢的话，你可以用最抽象的方法去写，那个是严谨的证明，就是那样写。那你就会发现，如果你两个都试过，你就知道其实没有差很多。所以你会写那个基本上也会写那一种。但是在我们的课堂上在这里啊，就是我们基本上只要大家可以用这种方法让自己觉得说真的是这样的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把它乘开来看看。就是 lambda 加上 psi， 然后呢就是两倍的 lambda 加两倍的 psi， 然后再来是三倍的 lambda 加三倍的 psi。然后四倍的 lambda 加四倍的 psi， 就这样。好，好，然后呢，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两边，就是 lambda 系统分开 ，lambda 跟 psi 系统分开，就是 lambda 二 lambda， 三倍的 lambda， 四倍的二。这个我们在线性代数常常做这件事情，一边就是有某一个参数或是某一个变数的地方就放在同一边，就这样子，两边分开，然后一边是 psi 二 psi， 然后三倍的 psi 四倍的 psi， 就这样，然后就发现 psi 可以提出来 ，lambda 也可以提出来，所以就 lambda 的一二三四加上 psi 的一二三四。然后就发现这个刚刚好是我们想要得的结果，就是 lambda 乘上 c 加上 psi 倍的 c， 就这样。再说一次，这个如果是最抽象的 c 的定义，就是 c 是 m 乘以 n 的矩阵，然后它是每一个元素是 cij， 然后写出来的其实基本上跟这个真的是87分像，好，真的很像，所以你就可以试着写写看，如果勇敢的写看，你就会发现几乎是一样的。